我跟你说，家人们，跟你们分享个事儿。今天一大天早上让人都给我说呀，哎呀妈呀，说，哎呀，憋大天早上气啊。所以说，就是有文化的不一定有素质，来吧，家人们啊，我说哪儿了？啊，在中东这一块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没打起来，现在就是双方都在表态，而且不是黎巴嫩跟以色列，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代表的双方啊，就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再包括黎巴嫩跟整个反抗之湖。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就是有人说就是我们怎么化解这个事儿，就刚才我们讲到哪儿了，我说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就是在亚洲地区的事情不一定要在亚洲去解决，可以在中东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形成什么呢？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感觉啊。刚才说话的是你儿子吗？是哪儿的孩子？那是我儿子啊。哎，搁古代可不是的呗，这年龄差真能当我儿子呢啊。然后老铁们啊，咱们再看看整个的这个我们国际上的，家人们啊，我们国际上地缘战略博弈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谁的实力弱，谁的战略定力就弱，谁就会先陷入到战争当中、冲突当中。就这一轮全球地区热点冲突啊，咱们按时间排序，就这一轮，就是从2022年开始这一轮，咱们从时间开始排序，热点冲突第一个是谁呀？首当其冲是俄乌嘛，对吧？其次才是巴以。那截至到目前为止，兄弟们啊，东亚总体保持着一个和平的一个局势，这个毋庸置疑了。对不对，家人们？毋庸置疑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是啥事儿呢？就实力跟战略定义而言，谁弱谁强一目了然，对吧？说实话，这个局面也一定程度上确实超出了咱们之前的预期。真事儿啊，就如果没有俄乌，咱们到现在不知道咱家有多么的强大；如果没有俄乌，咱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美国有多么的垃圾。对吧，家人们，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去打破美国的军事霸权，也不会有一个人，你看老铁们啊，从去年开始咱家开始不装了摊牌了，开始你说就那些天天张罗的那些破水军，那些美国养的狗，美国养的间谍，是吧？天天说哎呀软呐、啊，什么怂啊，现在还有吗？没了吧？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让我们看到了咱们有多强。原来不怪我们啊，我有的时候也会啊，有愤怒啊，是因为我们的认知不到，对吧？就不是说我们不行，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知，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强，到底有多弱啊，所以在心里没有个衡量。现在开始，兄弟们，还有那都是那狗是杀不完的呀，对不对，家人们？那野火烧不尽，那春风吹又生啊。那美国养的间谍，美国养的狗，那到前两天的时候还破获一起呢，菲律宾整了700来个号，专门恶心咱们。都知道吧这事儿啊，都是美国背后操纵的呀。所以家人们啊，就这个局面啊，从2022年俄乌开打这个局面，真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你别说家人们你们了啊，咱们都是平等老百姓，你我了解的未必有咱们家大哥了解的多呀。咱家大哥有真的是职业军迷的，是不是啊？有的时候都会给我指出一些错误。所以说家人们啊，超出很多人的预期，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过去认为什么呢？我说东亚最好的局面啊，可能就是和中东同时爆发冲突，当时我就这么分析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中东居然就在那个就恰恰好好那个时间，哎，就先一步爆发了冲突了。这不是美国的战略定力不够强啊，而是美国的实力衰退太快而导致的。那么有人说了，接下来几个月发生什么事儿呢？兄弟们，接下来的那几个月正处于美国利用日元贬值给咱们形成金融压力这个关键时刻。甚至什么呢？有可能美国会在地缘上再一次给咱上活，给咱上压力。如果我们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告诉你，这叫上策，叫不战乃屈人之兵啊。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反过来，什么概念？在中东地区给美国上大菜的时候啊，这也意味着现在其实都是大戏开场之前的热身环节。不过热场都这么紧。
完了那个啥，咱今天开始聊了啊，今天老多大话题，给力的话题了。第一个话题什么呢？跟咱们这边呢稍微有点关系，谁呢？咱家邻居啊，这个朝鲜这边，你看咱们千想万想没想到，说关键时刻朝鲜能来一个大事儿，是吧？朝鲜来一个新闻，什么事儿呢？朝鲜这边重磅消息啊，说最强80后那个在平壤举办了什么呢？叫朝鲜核心攻击型武器的交接仪式。就这个时候，你说这玩意儿事出反常啊，对不对？而且说什么呢？至少有250套战术弹道导弹发射系统已经干到一线了。我的个妈呀，这边中东我们都打烂桃子了，这边怎么朝鲜还干到一线了呢？而且人家直接说了，说我们干到一线干啥去了？我就瞄准你小本子，我就瞄准你小韩子啊，就给你瞄准了。说人还说了，说我一波操作我能猛如虎，我直接叮当四五六我能干出去千枚导弹。人说我能发千枚导弹，就这一下啊，我跟你讲，就美国、日本、韩国都稍息立正了，都蒙圈了。那么请问家人们，脑筋急转弯，就这么干完一下子以后，美日韩还敢不敢继续挑衅朝鲜啊？你们觉得敢狗扣不敢？觉得不敢狗扣不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家人们，美国五角大楼紧急宣布了，说什么呢？老搞笑了，这是昨天咱刚刚吹完呢，说那个中东呢，美国打算双航母作战啊。今天，哎呦我的妈，咱也不是说就找嘲笑他啊，也不是说贬低他，取消了，中东双航母作战这个计划取消了，为的是什么呢？怕亚太出事儿，怕咱们这边出事儿，然后罗斯福号说马上就启程啊，干啥去了？刚到那边没捂着屁股没坐热乎呢，兄弟们，罗斯福号马上要出发了，要去韩国那边部署去了。完了现在只剩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那个阿拉伯海警戒。嗯，这什么个情况啊？亚太能出啥事儿啊？那咋的，是看朝鲜咋的部署到一线了害怕了？能出啥事儿吓得美军放弃中东啊？对不对？这是第二个事儿啊。第三个事儿，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布林肯啊，这些美国的高官啊，政府的高官突然之间就发警告，说什么呢？说两天之内啊，你这伊朗啊必然得动手了啊，而且一动大手的呀，得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的轰炸呀。而且这边说了，我们不装了，这以色列我爹都死了，我活着没意思呀，我得保护我爹呀，怎么办呢？为了保护他爹，那问题来了，就是他怎么保护，对吧？美国人气氛已经轰到这儿了，此时此刻你说不给以色列来一个穿云箭，你这直播间你还能待得下去吗？对不对？你是这怎么整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美国咋收到的情报就是发现伊朗要动手了呢？而且这个时间他说的还挺具体啊，挺全面，说两天之内。那这两天之内你这到底能不能干，咱就得看后续了啊。另外老铁们啊，还有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今天咱的题目啊，咱家老铁聪明，说今天肯定讲俄罗斯，那必须的嘛，题目都起了。俄罗斯什么事儿呢？在中东这一块啊，咱说过八百来回了。因为啥呢？因为我说对了，我就想总说啊，我就想记住，让你们记住我的预测是对的。什么事儿呢？我说中东就是俄罗斯跟美国的第二战场，对不对？咱不管说美国下不下场，俄罗斯不在意，俄罗斯说老子就下场能怎么着？反正我都这样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了，对不对？在中东这块我必须挑一挑事儿，整一整事儿啊。于是乎呢，大哥不忍了，大哥现在忍不住了，亲自下场了，几架伊尔76大型运输机啊，直接干到那个伊朗首都机场。随后呢，以色列全境直接遭到电磁压制啊，身在以色列 GPS 不好使，悬在哪儿呢？说身在以色列嘛，一看我这怎么在黎巴嫩呢？然后黎巴嫩懵了，说啥时候以色列都是我的了啊？然后俄罗斯这是要干什么，对吧？这咱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呢？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干了个这个是日行的活动啊，吃饭睡觉打豆豆啊，这个豆豆就是美国。今天也门胡塞武装斩首了第八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这次为什么要讲啊？讲了八百次了，为什么这次要讲呢？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请听下回分解啊！咱们开始来说啊，今天这个消息呢，咱们先从哪儿开始说呢？从朝鲜这边开始说起。就在今天上午，朝鲜这边突然间给我们来了个大瓜啊，就是前没有前门楼的，后没有后脑勺的，反正直接就嘎就来了个消息。你说这从哪儿来的？不知道啊。但是什么消息呢？就是朝中社报道了，说昨天上午最强80后在平壤
就出席了一个叫新型战术弹道导弹的入列仪式。什么叫入列？大家知道啊，就装备了。那么乍一看好像是朝鲜又有什么新武器了，好像也不是啥大事儿，对不对？毕竟这个朝鲜新武器呢，隔三差五就蹦出来一个，隔三差五就捡出来一个。但是这条新闻是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呐！啊，为啥这么说呢？你们听我讲完就知道了。这次呢，朝而且呢还是专门朝着联合利剑2024A，在花莲旁边那个基地呱呱一顿往那儿冲，然后兄弟们搞笑事儿来了。美国人他自己选择拒绝无线电通话，对不对？就什么概念？你拒绝沟通啊！如果拒绝沟通，你就是不怕我误判呢？就美国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五角大楼、美国白宫都不敢跟我们拒绝通话，吓死了，对吧？那你们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提醒美国人进入到危险区域，你该怎么办？很明显。咱就刀枪炮，我用你能听懂的方式我提醒你，电话你不接，直接干你家门口，干你家门口不行，直接把你家砸了，对不对？直接火控雷达呱就照开了，就给他们夸夸夸一顿照，一顿提醒啊。也就这么的，美军的距离凤梨省还有470多公里的时候，那家伙被导弹锁定的警告滴滴滴滴滴直接挠挠响。当时美军还寻思呢，咬牙跺脚嘛，既然你锁定我了，我也锁定你啊。结果就在他们准备这么干的时候，我得个乖乖，一看雷达坏了，要不是直接尿洗睡，直接放弃了。为啥呀？因为这个玩意儿呢不是一个导弹锁定的，最起码得有20发导弹直接把它给锁定了，而且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型号，不知道什么型号锁定的它。那你说航母它就再耐打20发，哪怕你中5发呢，你这航母直接在咱家门口扫地一阵刮敬你刮沉海，你还咋横了在海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直接就接管指挥权了，说现在赶紧给我跑啊！布朗直接打电话了，赶紧跑，兄弟们，你们距离就是大陆那么远，你绕一下直接能摆脱瞄准。也就这么的，美军航母左绕右绕呱呱一顿转圈，而且在绕的同时呢还在慢慢的靠近凤梨省。那么说到这，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次如果真让美军的航母切入我们的军演范围附近啊，那岛内那帮人还不得直接高兴上天呢？哎，我跟你们说啊，就这种担心纯属多余。美军是傻子吗？他不是吧？那美军是那种愿意为了美国政客政治游戏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吗？他也不是吧？那了解这些前提之后，咱就可以说结果了。美军这边越靠近，那家伙瞄准他的导弹越多呀。仅仅坚持15分钟，美军联席会主席小布朗直接一声令下，赶紧撤退，让美军航母撒丫子跑。截至到开播前啊，我看了一下，你们知道已经撤到哪儿了吗？从今天凌晨3点开始跑的，以30节的速度一路向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也就是第二岛链直接撤退。我的妈，按照这个节奏啊，我估计今天晚上直接要撤回到关岛了。说到这儿，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遗憾啊，说这到最后不是也没出手吗？而且就看着人家美军就这么跑了，多啥呀？怎么说？如果这么想，家人们，你们大错特错了。老铁们，你们还记不记得美军这个航母是干啥的呀？它是有两大任务的。第一大任务要干扰龙国的联合利剑 2024A 军演，对不对？第二个任务就是通过干扰军演给北约的盟友展示实力，对吧？然后为了6月份的环太平洋军演你做好铺垫。结果呢，你看美军干的那叫一个什么事儿啊，说好了干扰，到最后被人追着跑，追着跑路，而且跑到第一岛链还不行，那家伙直接跑到第二岛链，那心里才踏实才安全。就这种情况，换你是美国盟友，你受得了不？为什么我要成为你美国盟友？你美国盟友压榨我，你美国盟友剥削我，我当你盟友我有可能要死。我为什么要当你盟友？因为你能在军事上、地缘政治上、资源政治上你保护我，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换你是美国盟友，我就问你，你能受了吗？我凭什么当美国的盟友？反正我是真受不了。哎，要是他盟友，我直接就把自己家军舰我发动机我都给砸了，我拆了，我不活了啊！我都不就是我都不遭那个罪。
长途跋涉大几千公里，你倒好，你美国大哥领着我们咋的，啪啪让人扇嘴巴的呀，你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啊？而且这次怎么说呢，北约这边出的问题呢还叫好事儿，毕竟这个军演是六月份举行的，美国还有时间去撮合一下。实在第一个事儿，哎呀，今天说老普啊，这个昨天可能做梦没做好啊，梦见鬼了，一早上起来就疯了，说俄罗斯呢目前啊遭遇到了有史以来的就是史无前例的一次袭击，而且是兵分三路，包括里海呀，包括黑海呀，再包括俄乌啊，都是有问题的，包括它的本土，像克里米亚，大家应该都看见新闻了，对不对？克里米亚的城市直接被干了，而且导致了三个人死亡，124个人受伤。但是问题是啥呢？家人们记不记得前几天咱们讲过一个新闻，说俄罗斯也是史无前例的，把说现在 S300 不是不好使了吗？ S400 不是也不顶用了吗？说好，那么我把 S500 部署到克里米亚。当时我就说乌克兰必然有大动作，对不对？之前咱讲了俄罗斯已经把 S500 部署在克里米亚了，那为什么这次遭遇到袭击的时候伤亡还是如此之惨重呢？难道说 S500 也是吹的吗？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兄弟们，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包括呢像这个俄罗斯啊，这个也遭到恐怖主义袭击，3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啊，据说是个恐怖组织干的，而且这恐怖组织也被抓了6个人。然后普大帝今天真的是咬牙瞪眼睛啊，真的啊，咬牙跺脚瞪眼睛，普大帝直接宣布说什么呢，说这次克里米亚挨炸，你美国要负主要责任，并且承担俄罗斯的主要报复。老铁们，我就问你啊，现在问题来了，俄罗斯怎么报复？兄弟们，俄罗斯怎么报复美国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有人说，为啥说美国要承担这个主要的报复，他要负主要的责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家俄军已经发现了，说克里米亚被炸之前啊，美国的这个 RQ-4B 全球鹰无人机长时间出现在了黑海。那么家人们，问题来了，美国会不会认罪？俄罗斯到底要怎么报复？这是第二个话题了。那么第三个话题，兄弟们，也是第一个第二个话题的后续是什么事儿呢？话说在今天啊，美国驻叙利亚有一个基地直接被炸了，而且美国现在是拒绝透露具体的伤亡和损失，不报。但是伊拉克反美武装一点脸都不给美国留啊，直接就拉上数据了，就宣布说这次袭击不是别人，就是老子干的啊！我们伊拉克反美武装就干了你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咋地吧？而且还炸死了美军上千名的盟友，说直接炸死了上千名啊！兄弟们，这是什么情况？如果这是真的，家人们，美国为啥拒绝透露伤亡和损失呢？美国到底会不会下场呢？这是第三个话题。那么第四个话题，兄弟们，以色列也开始开壳了啊！今天我说了吗，美国的10个运输机今天是彻彻底底抵达了以色列，而且带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啊，包括呢在路上呢，就是反美组织呢也截获了很多个大卡车，大卡车上都是走私的这个武器，都在往以色列在运。那么今天以色列决定说直接对黎巴嫩发起大规模的战争。现在此时此刻啊，我了解到的信息，话说以色列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区又运用了大量的白磷弹啊，产生了大量的后果，而且很多平民都已经伤亡了。还有今天啊，在以色列的中部地区直接发射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叫火箭发射系统，咱不知道干啥啊。而且美军还喊话了，说会支持以色列。那么问题来了，家人们，这个支持怎么支持？口头上还是精神上还是武器上，还是美军真的会出手吗？那么如果出手了，以色列能不能彻底干废黎巴嫩呢？家人们啊，咱们今天一个个来聊。那么第一个话题毋庸置疑了啊，这个俄乌啊好长时间没出大事了，目前呢都是说外交的一些大事。那么今天俄乌战场真的是出大事了啊，就在6月23号的晚上，就是昨天晚上，新华社报的，说昨天中午的12点15分，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叫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直接被干了。而且这次轰炸，兄弟们，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见了，对不对？俄罗斯这次真的是有点惨了，三个人死，124个人受伤，而且不是最关键的数字啊，就是不是最终的数字。那么最关键什么呢？死的这三个人里面，家人们，有两个还是儿童。哎，这个事儿就严重了。说到这儿，老铁就问了，说苏啊，前几天普大帝不是专门把这个 S500 这种
那么至于为啥以色列声势这么浩大，最后就炸了几个燃料库，包括一个码头呢？原因也很简单，兄弟们，你们记不记得刚才我讲了，以色列这次轰炸出动的什么战机？哎，两个，一个 F-15 一个 F-35， 对不对？有人说为啥这两款战机不行呢？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泄密了多少个 G 的文件呢？这两款战机各种数据各种参数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被人都知道的不行不行的了，那扒的都底裤都不剩了。那这几百个 G 的泄密文件当中啊，那啥都有。换句话来说，以色列他这个玩意儿根本就没有深入也门境内轰炸的可能性，只能是在红海上空隔老远对着也门叮当四五六两下。而事实也就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要不是也门防空雷达有点赶不上趟，就这一次以色列最起码得被干掉10架战斗机，你们信不信？信得给我扣吧信啊！说到这有老铁是不是就问了，说那么既然这个以色列对也门这个轰炸也不算啥，那么接下来咋报复呢？以色列还会有什么行动呢？怎么说，说出来你们估计都不信啊。一开始呢，以色列这边大肆宣传说自己赢了，哎呀，呜呜喧喧，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效仿之前和伊朗斗阵的时候，直接大事化小，小事想化了。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压根不吃你这一套。叶海亚昨天晚上被炸完之后，觉都没睡，直接加了个班，在全电视上就面向全世界直接讲了个话。说以色列啊，真是给你点脸了，你这次炸我 OK 了啊，那咱就死磕到底，我的报复马上就来，而且这次报复我要让你以色列造成永久性的损失。吓人不？有人说了，也门胡塞武装咋就这么刚呢？怎么说呢？要我分析的话，我认为啊，还得从那两架最后出现的雅法无人机说起。虽然说这款无人机是也门胡塞武装最先宣布装备的，但是兄弟们，大家心里面要清楚啊，背后大概率那是他自己造的吗？肯定有人给的。那么是谁给的呢？肯定大哥呀，中东大哥瑟霍沃朗哥呀，对不对？伊朗啊，再结合上就是这个第二次吧，第二次轰炸以色列之前，伊朗这边要求猛干以色列和美国来说非常明显，这最后完成打击的两架无人机极有可能就是伊朗发射的。懂我的概念不？那你们想，现在兄弟们，伊朗都已经半下不下的下场了，都已经直接出手干以色列和美国了。作为小弟，也门胡塞武装，你怕吗？根本不用怕，跟着大哥干，对吧？吃喝啥都有就完事儿了。而这种情况，说实话，以色列肯定也是能猜个七七八八，八八九九不离十的。也就是因为这，被也门胡塞武装警告报复完之后，以色列这边再一看。美国现在都跟我宣布核武器这个数量了，那内塔尼亚胡瞬间兄弟们心领神会，同时放出了以色列如果动用核武器我会怎么报复这个消息啊，不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同时放出来说以色列或许也动用核武器这个消息。怎么说呢？如果美国拿起核大棒，大家还能迟疑一下啊，我们说不可能啊，美国不敢，是吧？美国如果你干了核武器，那俄罗斯得干你啊，那整不好朝鲜都得一个核武器干你本土去。但是兄弟们，今天不是美国，是以色列现在也拿起了核大棒啊，我跟你们说这就非常值得注意了，对不对？根据目前新闻这个总和的观察，以色列整不好现在没办法，他真能用啊。为什么？今天上午新鲜出炉热乎的新闻，以色列这边的导弹部队司令，还有谁呢？还有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带着一帮军方的人呢，突然之间干到哪儿了兄弟们？直接干到日本了。干啥去了？以色列说了，我要参观和那个悼念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遗址。我的个妈呀，过去多少年了，以色列早不去晚不去，这么长时间你不想着去看你难兄难弟，怎么突然间这个时候想去日本参观一下原子弹第一次被运用到实战上的遗址呢？这就算了，关键是你带着自己的导弹部队的司令啊，这什么意思啊？那还用多说吗？如果说这不是以色列在暗示自己想用核武器，我就请问什么意思，对吧？至于有人说以色列敢用吗，我的评价是以色列真敢，他也不是敢，他是没办法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如果是老登在位的话，以色列肯定是没有用的可能。但是兄弟们，
废话不多说，今天直接开始磕，因为今天消息特别多啊。我知道大家在关注什么，普大帝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到了外蒙了啊，但是呢规格相当之宏伟了，那红地毯大鲜花哭哭一顿大招待，真的家人们啊。然后呢就说比那个美国去的时候好多了，我告诉你那外蒙也突突，对不对？普大帝到哪儿不突突，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啊。但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不讲他，讲谁呢？家人们，今天啊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想就是怎么说让敌人内部乱起来，那才是真的乱，让敌人内部乱起来我们就胜利了，对不对家人们？今天第一个话题从哪开始聊呢？从中东。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这两天啊，就是从其实这个事儿不是今天的新闻了，是昨天的事儿，但有必要，一定是有必要讲的，因为这个事儿的影响太大了。大家都知道9月1号那天以色列不是跟哈马斯不是停火了吗？但是可但是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从9月1号到现在，以色列没有停止过对加沙地带的破坏，包括在约旦河西岸的破坏，一天得死个好几十个人啊，包括对什么学校啊，对什么救济中心呢，叮当四五六一顿干啊，天天是在干的。因为什么呢？停火是分三个区域的，上面、中面、下面，对吧？感谢努力拼搏，感谢隔壁老王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什么呢？发现了六个尸体，知道吧？这个事儿啊，我们昨天前天的时候讲的，但是就在昨天可但是了啊，他们的国内整个以色列啊。整个以色列70万人，老铁们，你们知道以色列拢共有多少人吧？拢共多少人，老铁们，你们知不知道？知道给我扣波知道啊，900万人，对不对？900万人，将近1/9的人，70多万人直接干到街头，挠挠一顿抗议。我跟你说，那场面极其混乱，真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真的家人们，大肆花招展。就那个吃那什么玩意儿，就跟洗衣粉那啥呀，我判断半天没判断出来啥，整一大堆人在地下坐，然后整那个白粉面子噗噗一顿喷，那喷的是啥玩意儿啊？大水枪嘎嘎一顿吃，就吃那个民众，然后就是拽呀、啊、什么的拘留啊，什么就逮捕啊，老多了啊，各种流血事件，反正70万人在街头直接抗议啊，要求什么呢？内塔尼亚胡下台，以色列国防部呢也紧急修改措辞了。啊，这个为什么？原因什么呢？为什么说那六个人非常关键呢？原因就是那六个人，就是说现在整个以色列国防部呢，把这个发现那六个人的措辞都给改了，说发现那个人质尸体之前，这些人已经凉了啊，已经硬了啊，都有尸斑出现了，说被杀了好几天了。那么问题来了，家人们啊，这次抗议人群的动机是什么？谁干的？老铁们，你们觉得这次抗议这个人群，他肯定不是偶然事件，咱们不信，我不信，反正你们信吗？我觉得不是偶然事件，你们觉得是的给我扣波一，觉得不是偶然事件给我扣波二，我觉得它是个必然事件，你知道吧？而且还是有背后的幕后有手，一只无形的手，家人们，造孽呗，那可是呗，家人们，哎呀妈呀，感谢刘老汉啊，这还带生的呢，这个礼物，谢谢谢谢啊，谁干的？哎呀，小孙同学，你说太对了，我最开始我就怀疑是老美，但是我没有证据，后来我咔咔一顿查，尤其今天啊，昨天不休息嘛，然后今天我一顿查，那可不是呗，一会儿跟你们讲究竟怎么回事啊。然后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有什么证据呢？就是第二个话题。现在美国不消停，你知道吧？美国现在在哪儿开始搞事儿的呢？他两个航母现在那个第三艘过境杜鲁门号没到呢嘛，两个航母到现在亚丁湾包括阿拉伯海那边窝着呢，没敢下场，对不对？而且据不完全统计的消息啊，在今天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干了两个商船，也是希腊的啊，挂着希腊的旗，不知道谁的船啊，不知道谁的船又干了两个，也就是美国那个军舰连个屁都没敢放。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家人们呢？在叙利亚，美国开始搞事儿了，在也门这边，在黎巴嫩那边，他不敢，而且整个航母他不敢过去，是不是啊？这边呢，以色列和哈马斯也停火了，在叙利亚这边大搞特搞，一天之内啊，在叙利亚当地直接干出来了24个临时据点，而且多架运输机非常疯狂，非常频繁，哭哭往叙利亚飞，往叙利亚送货，送的啥不知道，究竟什么情况？我们分析。这是咋回事？我们现在就是这么想的话，怎么着？美国是打算下场吗？还是说打算往叙利亚增兵，是对付谁呢？对不对？这是第二个话题。第三个话题，家人们啊，还是在中东这边，你知道谁又参与进来了吗？现在整个中东这些国家，这些王爷国参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今天你们有没有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什么呢？大街上乌乌泱泱的，两个美军被抓了，然后有一个长白鲸的更更脖，叭让人给套上大米袋，叮咣四五六一顿干。完了，旁边有个挺胖的一个挺绑的一个男的说 help me help me， 就是救命啊救命啊的意思啊，就是说在哪儿你们知道不？在哪儿？我说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在哪儿？哎，对，君越西，你说对了，土耳其。美国的第五，为什么出来这个事儿呢？家人们，美国第五舰队做战斗前的维护，
你们没听错，就是战斗前的维护。然后干啥去了呢？直接全体少先立正，直接干到土耳其了啊！结果就搞笑事出现了，就几个便装的美军啊，便装穿便装，咱也不知道咋认出来的，在土耳其街头大街头的啊，被人给套麻袋，叮当一顿锤呀、啊，一顿大猛锤呀、啊。